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那么出佛身血，有的人说呀，我们现在啊生在佛后，这大家啊不会出佛身血。这个出佛身血呀，凡是你对佛教有损坏的，这都可以为之出佛身血。你破坏佛宝，这是出佛身血。怎么破坏佛宝呢？好像这个佛像，你或者呢把它砸烂了。虽然是佛像，但是这也就等于出佛身血一样的。或者佛的这种相片，你把它烧了，这也叫出佛身血。那么法宝，这所有的经典是佛的法身慧命，一切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这是啊佛的法身。你把这个经典烧了，回得毁坏了，这也叫出佛身血。僧人是依照佛教去修，将来要成佛的。你令僧人不相合，这也叫出佛身血。这三宝，你不恭敬三宝，来破坏三宝，这都叫出佛身血。所以呀，出佛身血不一定在佛住世的时候，那才是出佛身血。佛入涅槃了，现在所有一切佛教，你要是啊不拥护佛教，来破坏佛教，甚至于破坏某一个出家人啊，这都叫啊出佛身血，都是在这个忤逆罪之中啊，都可以说是啊饥饿。所造饥饿无间，这个饥饿再没有比这种饿更大的，所以这叫饥饿。这饥饿受的果报啊，要堕恶鼻地狱。这恶鼻地狱，恶鼻两个字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呢就叫无间。这无间呢有五种无间，第一种是实无间，也叫皆无间，梵语叫揭波，此云呢这个中文呢叫十分，就是这个时候。怎么叫十无间呢？就是从入这个无间地狱这一天，乃至于啊到最后一天，没有一时一刻呀停止这种的痛苦。这种啊时间是接连不断的，所以啊这叫一个实无间。第二种呢叫行无间，行就身形，这个行
这个申请堕到地狱去，你一个人呢看见自己呀、也充满这个地狱，要是多人呢也是满在这个地狱里边，互不相妨碍，你有你的地狱，我有我的地狱，在这个地狱啊，自己看呢自己都满这个地狱，这叫行五境。第三种叫苦五境，这种苦啊，你又堕这个地狱，这个地狱有刀山地狱、油锅地狱、这个醉气叉、铁叉地狱、铁棒地狱，有这个聚结地狱、斧凿地狱，又有铁网地狱、铁驴地狱、铁城地狱、铁马地狱，这种种的地狱啊，都是令你受苦。这种苦呢，也是总也不间断，这叫啊苦无间。第四种啊，是果报无间。国报无间，不论你是中国人、外国人，是任何的人，到这地狱里呀、都要受这种的果报，都要受这种的痛苦，这叫国报无间。第五种是命无间，这个命就是生命，堕到这个地狱里头啊，一日一夜，万死万生，这一天一许的时候就死了几万次，生了几万次，怎么会死怎么会生呢？在这个地狱受罪受的到极点了就要死了，死了之后又有这个巧风，这种风啊一吹你又活过来了，所以啊，在一日一夜之中万死万生，这叫啊命无间。宋慈普贤大愿王，一念速机皆消灭，诸性种类即拥塞，相好智慧显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速依菩提大树王，坐以降伏诸魔众。宋慈普贤大愿王，你要能啊诵念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这一品，一念速机皆消灭，你能诵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个行愿品呢，在一念之中啊，就是很快很快的，一念速机皆消灭，这个五间罪呀、同时都消灭了。足性种类即中闪，你的足性，足就是种族、姓、姓名、姓氏，你呀、或者是哪一类的人，即中闪。或者是白种人呢、黄种人呢、黑种人呢、是红种人呢，容产
相好智慧显圆满，你的相貌也美满，你的智慧也美满，智慧也大，相貌也庄严，所以呀、啊，就显圆满，那都是圆满的。诸魔外道不能摧，这所有的天魔外道啊，他们都没有法子来给你麻烦，来破坏你。为什么呢？因为这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个力量，不可思议的这种力量来护持你，堪为三界所应供啊！你呀，可以堪能啊，作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所应供啊，就是正阿罗汉果得到应供的这种的果位。素衣菩提大树王，能很快很快的就到这个菩提树下来成佛，做大道场，坐以降伏诸魔众。在这个时候啊，你在菩提树下能降伏一切诸魔等等。成等正脚转法轮，你成了无上正等正脚转大法轮，普利一切诸憨士，普遍的利一切所有一切的众生啊，绕人于此普贤愿。假设这个人呢，与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你能修行的话，读诵受持即演说，你又能读诵他，又能受持他，又能为人的演说来对人讲，果报为佛能正知，这种的果报啊，只有佛才能可以做证明，可以知道啊，决定怀圣菩提道，决定啊就会得到这个菩提大道的。绕人诵此普贤愿，假设人呢能读能诵这个普贤十大愿王的话，我说少分之善根，我呀就说少少的这个善根，一念一切皆圆满。在一念之中啊，所求的一切都会圆满的，成就众生清净愿，能成就我一切众生的所发的愿。我此普贤殊胜横啊，我这个修这个普贤横啊，这是一种殊胜微妙的横门，无边圣福皆回向，所有啊这个无量无边这么多微妙的福报啊，我皆给回向法界众生，普愿沉溺诸众生，我普遍的发愿度脱所有这些个沉溺在这苦海里边呢，所有这一切的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很快呀、啊、都到这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个无量光那个极乐国的地方去。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王清净记忆，善财童子荣耀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尔时世尊于诸圣者呼
菩萨摩诃萨言说入世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诸大菩萨及所成熟六千比丘，弥勒菩萨而为上首，衔接一切诸大菩萨，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而时就是当而之时，就是当朝啊，这普贤菩萨说呀，这个清净记完了之后，所以才说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这个普贤菩萨这一位大菩萨，菩萨之中的一个大菩萨，于如来前呢，在佛的面前说此普贤广大愿王清净记忆。普贤菩萨在释迦牟尼佛的面前说这个普贤菩萨他自己所发的这广大愿王，这十大愿王，也就是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闻法门，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行，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说这个大愿王清净记，这个记诵啊，是清净的记诵。完了之后，是善财童子，永耀无量。这个善财童子啊，听完了这十大愿王之后，他欢喜的跳起来。一切菩萨皆大欢喜，不单善财童子欢喜的跳起来，就是一切的菩萨也都啊，欢喜。如来赞言，释迦牟尼佛呀，就赞叹这个普贤菩萨说：“善哉，善哉呀！”说你讲这个法呀，真是好了，真是最好了。而时在这个时候，这个世尊就释迦牟尼佛呀，与诸圣者和这所有的圣者菩萨摩诃萨这些个大菩萨言说入世不可思议。那么言说呀，像前边所讲的这个不可思议这种的解脱境界，这种解脱境界的圣法门时啊，诸圣的这种的法门的时候，文殊师利在这个妙吉祥菩萨啊而为上首，他是做菩萨中的一个上首，就是啊做菩萨中的一个首领。诸大菩萨即所成熟六千比丘，那么又有啊一切的大菩萨，又有啊当时在这个法会有六千的比丘，弥勒菩萨而为上首。在这个一切的比丘啊诸大菩萨之中啊，这弥勒菩萨做这个上首。弥勒菩萨，弥勒是梵语，此云叫慈氏，又叫啊无能胜，恶意多也是这位菩萨而为上首。他也做这个六千比丘之中呢，他是做首领，衔接一切诸大菩萨。在这个节里边呢，这叫衔接。怎么叫衔接呢？就圣贤呢很多出现于世，所以叫衔接。
这个一切的大菩萨无垢普贤菩萨，有一位菩萨叫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他做大众之中的一个上首。一生补处住灌顶位诸大菩萨，悉于十方种种世界普来济会一切刹海，即为陈述诸菩萨摩诃萨众，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诸大声闻并诸人听，一切事主天龙夜叉乾塔婆恶修罗迦楼罗紧诺罗摩吼罗切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一生补处，怎么叫一生补处呢？这是一生补处啊，这就叫法王子，住法王子位。在我们这个世界，这娑婆世界，现在是释迦牟尼佛做法王。等释迦牟尼佛这个佛法灭尽了，再呀来补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佛位的，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现在就是一生补处，他住在啊兜率内院。这个兜率天是每一个菩萨要补佛位的时候都在那儿住，住在兜率内院。好像释迦牟尼佛没成佛以前也是在兜率内院住，住完来成佛由兜率降入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度众生。那释迦牟尼佛呀就是在他母亲腹里头，那时候也是转法轮，不过一般人呢看不见那种境界，就认为释迦牟尼佛住胎就是住胎了。释迦牟尼佛住胎的时候啊也是给一切的鬼神呢说法，在母府里头就说法的。弥勒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补处的佛，他补释迦牟尼佛这个佛位。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呀是极乐世界的教主。等他退位的时候啊，是观世音菩萨，就是一生补处的佛位。观世音菩萨在退位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势至菩萨，是一生补处的佛位。这叫一生补处，住灌顶位，灌顶。佛成佛的时候啊要受灌顶，好像啊以前这个
皇帝继位的时候啊，也要受冠顶礼，受冠顶礼之后，这才啊成为天子。这佛呢，在将要成佛这个时候，一生补处，也叫一生补处，也叫住冠顶位，他等受佛的这个位，这叫冠顶位。冠顶呢，就是成佛的时候，十方诸佛都啊用这个甘露法水来给这个佛来灌顶，来灌顶。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有九龙，有这个龙来给他灌顶，这也就是受灌顶礼，这叫灌顶位，住灌顶位。在这个一生补处和住灌顶位，这都是啊就来成佛了，在这等着，等来生就成佛的，这是一个就是候补的佛一个住的地方。诸大菩萨这些个一生补处和等着受着灌顶礼，这些个大菩萨，诸大菩萨不是一个两个，这很多很多的，因为在十方世界啊都要去成佛去，那么所以啊这一生补处住这个灌顶位这个菩萨也是很多很多的。基于十方种种世界和这个其余的基啊，其他的种种的世界，即普来即会，那么都到这个娑婆世界啊，听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华严经》，普贤菩萨说这个普贤横愿品的时候，一切刹海呀，所有一切的佛果呀，就像大海那么多呀，极微尘数啊，那个微尘细到极点那么多，说不过来那么多。诸菩萨摩诃萨，很多的大菩萨啊，很多的菩萨之中的大菩萨，众啊，很多很多，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有个大智舍利弗，舍利弗啊智慧最大，他呀怎么智慧最大呢？因为他在他母亲呢在扶立他的时候，令他母亲呢就能啊辩胜过他的舅父，他舅父，他的母亲在没有怀孕以前呢，和他的舅父啊，就是和他母亲的哥哥，一谈论呢，讲道理，就说不过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就辩论一次，胜利一次，辩论一次，胜利一次。可是由他母亲呢，由这个舍利弗之后，他的哥哥再和他来辩论呢，就不能胜利了，就输了。所以他的舅父啊，就知道了，哦，说你这个肚里这个小孩子啊，一定是不得了，一定是有大智慧的，是他帮着你呀、来辩论，你才能得到胜利，不然的时候以前你都没有这么大的智慧，一定是有一个有智慧的儿子在肚里头。这么样一想，将来他要生小孩子，我是做舅父的，如果舅父要说不过这个
外甥这个太倒架了，于是乎他就到外边去留学，去留学啊，去读书，读这个外道的典籍，外道的书籍。读书用功用到什么程度呢？啥不剪头发，也不剃头啊，不刮胡子，这还不算，连手指甲他也不剪，手指甲也没有时间剪。为什么呢？不是他不剪，就因为没有时间剪，他是时时刻刻都要来学这个外道这种书籍，所以这个手指甲呀，这指甲长的打了几转，在手指头上，所以呀、啊，一般人叫他叫长爪繁智，长爪啊就是长指甲的一种修清净横的，叫长爪繁智。那么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你想一想，这种的微小的精神是不是很大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学呢？就因为啊，他要回来啊，好能胜过他的这个外甥，胜过他的妹妹所生这个小孩子，就存这种的志愿。等他学十几年，他要回来了，回来就找他这个妹妹，同他这个外甥来做辩论呢，知不知道他妹妹这儿没有小孩子？他就问他妹妹说：“你生的儿子哪去了？”他的妹妹说：“哦，这个舍利弗啊，他去已经跟佛出家去了。”他这个舅舅一听，他舅舅叫什么名字来着？是不是叫俱悉罗？一听气坏了，真是，我怎么可以跟他出家去？这个巨坛他有什么道德跟他去出家去？跟他出家，你莫若跟着我学道吗？我现在这个学问道德都是最高了，你为什么叫他跟着释迦牟尼佛去出家？于是乎就去找释迦牟尼佛，去找要这个外甥。哼，我会要这个外甥，但是无缘无故就这么也没有个理由，就我会要这个外甥是要不回来的，到那地方也要和释迦牟尼佛立个论，来辩论一下啊。他所学的就是辩论，这叫论师，辩论的师。到那地方问释迦牟尼佛：“你凭着什么你要收我的外甥来做徒弟？你有什么本事啊？”释迦牟尼佛说：“我什么本事也没有，他愿意跟着我出家呢，我有什么办法啊？那你现在我和你来谈论，咱们立一个论来谈一谈。”释迦牟尼佛说：“谈什么？你怎么谈呢？”谈了，他说：“我呀，以这个不受为宗为我的宗旨，你无论说什么我也不受。”释迦牟尼佛说：“哦，你以不受为宗，那么你还受这个剑？你不受为宗，这个剑你还受不受呢？”他一想，我要说受这个剑，把自己的本宗已经破了，因为什么也不受嘛。如果说受这个剑，自己所立这个宗也立不住了，自己什么也不受吗？你还有所受，那你这宗也立不住了。所以受也是被人破了，不受也被人破了，所以自己这个宗根本就立不住了。
那么在没有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和释迦牟尼佛打赌记账，打赌记账就是两个人拍巴掌，拍巴掌说如果我输了我就把我的头给你，给释迦牟尼佛，如果释迦牟尼佛要输了啊，就要把他的外甥啊给回去，他就把舍利弗给回去他就得了。所以在预先就定下这个条要，这回他自己这个宗不成立了，立不住了，于是乎自己就跑了，一跑啊，跑出大要跑了一两个钟头的时间，一两个钟头跑多远呢，也大约不太远。他一想，哎，我是个男子不是个女人呢，为什么我讲话不算呢啊，我说要给脑袋就给脑袋就是了吗，这还算一回什么事呢啊，回去了，我都还要做男人不做女人啊，我说话一定要我承认的啊，就跑回去，跑回去见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你回来又干什么，他说你给我一把刀，咱们给你刀干什么，哎，我要斩我的脑袋给你嘛。释迦牟尼佛说你斩你的脑袋给我做什么，说我输了嘛，他自己真还承认他输了，我说明白我输了就要把我脑袋砍去给你嘛。释迦牟尼佛说你砍去你的脑袋给我也没有什么用处，这个脑袋你砍去给我我干什么用，你要不砍下来回来还有点用处，在你头上长着，你可以就作为你死了在这出家做和尚那怎么好，你何必又把它斩去了，因为你的头已经是我的，现在呀、啊，我不要你斩去了，我还把它安到你那个身体上，你这样来做和尚剃头就得了嘛，把头剃了这就等于斩头一样。居士老师啊，那可以的，于是乎也就出家了，跟着释迦牟尼佛做和尚了。那个舍利弗又叫舍利子，他以母亲做他的名字，舍利是一种鸟的名，这种鸟啊在印度叫舍利，在中国呢就叫秋鹭鸟。这个秋鹭鸟啊，这个眼睛啊生得非常美丽，非常好看啊，这个眼睛是又好看又有这个神，又有眼神。那么舍利子他的母亲呢，这个眼睛好像秋鹭鸟那么美丽，所以呀他的名字就叫舍利。舍利生一个儿子，所以就叫舍利子，又叫舍利弗。这是啊舍利子这个意思，舍利弗，弗也就是子。摩诃目犍连，摩诃是大的意思，是大目犍连，这目犍连也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呢就叫来福子，又叫财鼠士。来福和财鼠这两种东西啊都是可以吃的东西，是他祖先呢修道的时候吃这种东西来修道，所以就纪念他的祖先，所以叫这样一个名字。这个目犍连呢神通第一，他是最有神通的，在佛的弟子之中啊他是最有神通。那么他呀、啊、
和这个舍利弗，大智舍利弗啊，他们两个声闻众的上首来呀、做这个声闻众的领袖。诸大声闻并诸人天，一切是主。这个声闻呢，就是闻佛的声音而悟道，就是啊，听见四谛法苦寂灭道而开悟的。悟道啊，这个克尘烦恼啊作怪，所以啊我们开悟了，这叫声闻众。并诸人天，并是啊不单这个菩萨声闻缘角，而且还有人，还有天上的人，天上就一切的天上的人，天上的神呢，一切世主。这世主啊，这世间的国王，这叫世主。天龙，这龙啊有很多种类，有天上的龙，又有海里的龙，又有啊守宝藏的龙，又有啊行云布雨的龙，这龙啊有很多种。咱们会坐的这个龙呢，以前讲过好几次，因为它乘机借缓，所以啊就变成龙了。它乘机好像啊吃种种的咒啊，它也会吃咒，也会念经，也会啊参禅打坐，什么法门呢他都很快就学会了。唯独怎么样呢，就是不持戒律。不持戒律，不持什么戒律呢？不持这个杀生的戒，不持偷盗的戒，不持邪淫的戒，不持打妄语的戒，不持饮酒的戒。这五戒他不守五戒，所以呀、就堕龙身了。并且他嗔恨心还重，那个龙啊有嗔恨心啊，所以呀、为什么他堕成龙身了，就因为他嗔恨心太厉害了。那么小佛法不要懒惰，在呀、庙上早晨晚间呢，一早起在4点钟的时候就打板了，打板就是啪啪，有那么一块板，有一这么一个木头，照着那木头那么一打，啪啪这么一响，这个人呢就都应该起身了。起身那时候就打这个钟了，砰砰打这个钟。这钟一响啊，你要还在床上躺着睡觉啊，那将来就会变聋了。那就是你不遵守庙上的规矩，会变龙的。好了说变龙，不好了说就变长虫，变长虫。所以你不要以为懒惰一点呢，这是一个好处啊。早起闻钟声不起身，要变蛇的。晚间啊，你闻这个钟鼓声不休息，也是会堕落的。所以这龙啊，就是因为它不守规矩。你看这龙那个样子，弯弯哭哭的，弯弯哭哭的，它跑路啊干什么都弯弯哭哭，那就是不守规矩的样子。不守规矩的样子。夜叉，夜叉也有好多种夜叉，有飞行夜叉，有天上的夜叉，有地形夜叉，有水里的夜叉，这夜叉也很多。夜叉和这个龙啊，他们这都是八部鬼神之类的。那个龙专门吃什么呢？啊，虫子啊，龙啊，就是个大虫子。他呀。请吃鱼之类的什么的他都吃，可是还有人吃他的，
谁吃它呢？这后边呢就会讲到谁吃这个龙的。夜叉，夜叉也是梵语，翻过来叫速疾鬼，走得非常快，非常可怕的他那个样子。有一个夜叉长十个头的，有十个夜叉长一个头的，啊，你看怪不怪？有一个夜叉长了十条腿，有十个夜叉长一条腿在一起，也就这么怪，他长得那个特别怪的样子，啊，或者有三条腿的、五条腿的都不一定的。或者单单有个头的，或者单单有两条腿的，他就那么生得很古怪的那个样子。你要不知道啊，看见他那个夜叉就被你吓坏了。这夜叉钱塔婆，钱塔婆呀是玉帝那个地方的一个药神。这种的神呢，他就又叫绣香神，玉帝那一分上那个沉水香啊，他就闻见这股香，他就跑去了。一跑到那地方，他欢喜的就到那地方就奏起药来了，啊，就奏药，他要善于奏药，以奏药为他的本领。这是玉皇大帝那儿的一个药神，恶修罗，这恶修罗呀，也是梵语。此云叫无端正，又叫无酒。无端正呢，就是生得非常的丑陋。无酒啊，就是没有酒喝，也就是啊他有天福没有天德，有天人的福报没有天人的德行。这恶修罗呀，有很多种的恶修罗。天上有天的恶修罗，人中有人的恶修罗，鬼里边有鬼的恶修罗，畜生里边有畜生的恶修罗。总而言之，哪一道里都有恶修罗。什么叫恶修罗呢？恶修罗就是专和人家斗争，啊，言语之中也愿意斗争，身体方面也愿意斗争，心理方面也愿意斗争，啊，这是所谓身也斗争，口也斗争，意也斗争，身口意三业他都欢喜斗争的。可是这个恶修罗女啊，生得最美貌，啊，美得不得了不得了的，最美貌。不要说人看见他生一种爱欲心，这天上玉帝见着这个恶修罗的女啊，也生出了一种欲念了。玉皇大帝本来他有一种定力啊，但是看见这个恶修罗女也就没有定力了，啊，就生出一种欲念了。于是乎就向这个恶修罗王啊求婚。这个恶修罗女叫什么名字呢？叫舍直。舍直，恶修罗王也就应承答应玉帝了。就把个女呢给玉皇大帝，玉皇大帝非常高兴啊，得到这么美貌一个天女啊，就于是乎请他这个恶修罗王来吃饭。吃饭呢，他就故毕恭毕敬的啊，用这个天兵天将来欢迎他来，又用天兵天将啊来四欢送他。可是这个恶修罗王啊，多疑善斗，他欢喜斗争，又很多的怀疑心，他就生了怀疑了。哦，你这个玉皇大帝，你向我来示威呀，啊，你拿你那天兵天将来喝我，哇，岂有此理，就心里就很不高兴了，很不高兴了。但是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暂时忍耐了。玉皇大帝啊
欢喜到人间来听经，听一个仙人呢说经。这个仙人呢是得道的仙人，讲这个玉皇心印妙经，讲到啊上要三品神于气经，恍恍惚惚渺渺明明，村屋守有穷凯尔城，灰风混合白日宫灵啊。讲这个经，讲这个经，玉皇大帝他就天天去听经，恶修罗女就生了一种妒忌心啊，就问玉皇大帝，你天天到什么地方去啊，也不在家里。玉皇大帝说，我去到人间那儿去听经，有一个人讲啊这个心印妙经，我去听经。哎，修罗女说，是我也跟着去了，你同我一起去听经了。玉皇大帝说，你是一个女人，你不可以去听经，那也是个仙人讲经，他不高兴女人到那地方。恶修罗女更生了怀疑了，哈，你不叫我去，你一定是到那儿和其他的女人胡混去。这个恶修罗女也有神通，玉皇大帝坐着车去听经呢，他就用一种隐身术啊，就是他虽然在这地方你看不见他这个身体，这隐身术把身体隐起来，隐藏起来，能跟着玉皇大帝到那地方去听经。玉皇大帝下车了，这个修罗女也下车了，玉皇大帝看见他说，你干什么来了？我来听经啊。这玉皇大帝啊用一个拂尘呢，就打他一拂尘，打他一拂尘，他就呱呱就叫起来了。这一叫啊，这个仙人听见了，从来也没听见女人这么样呱呱叫过，并且这个仙人睁开眼睛一看，这个女人生得这么美貌，于是这个仙人也生了一种欲念了，把这仙人的欲念一个引动了，引动了仙人的欲念，仙人连经也不会讲了，啊，把道业失了。玉皇大帝更不高兴了，更不高兴，他们就回来这个修罗女啊，就跑去同他父亲讲，说这玉皇大帝呀、啊，怎么样？他竟欺骗我，他到外边去呀、啊，有很多的女人来胡混，他也对我说听经，我跟他去一调查，去跟踪他，他还说我的不对，还打我。他这个父亲一听，哦，发脾气了，这回你我才同你打起来。于是乎就把修罗兵将都聚会到一起了。这个恶修罗脚炸在海底，这个一脚踩到海底下去，一手啊就把这个天宫给推倒了，啊，玉帝也没有神通来对付这个恶修罗了，于是乎去找这释迦牟尼佛去求救。释迦牟尼佛说，你不要紧，你回去呀、啊，叫你天兵天将就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啊就可以了。回去一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恶修罗大败而逃。为什么呢？这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都有智慧了，恶修罗都是一些个愚痴的种子，一有智慧光明啊就被他给打败了。这是恶修罗大概的意思。迦楼罗，这个迦楼罗啊就是大鹏金翅鸟，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就是专门吃龙的，它这个身体非常的大，这个膀子一伸开呀有360由旬那么大，所以它用这个翅膀一扇呢，这个海的水就可以都扇没有了，海的水扇没有了，那么龙啊就可以在这海里露出来了，他就吃龙。
他吃龙就像我们人呢吃这个面一样的，吃这个面条子那么啊，左一条龙右一条龙，左一条面右一条面，那么 这一口可以吃很多条面呢啊。这个大鹏金翅鸟吃龙呢，这一口也可以吞了十几二十条龙，它都可以一口就吞下去。你看那翅膀有360由旬那么大，它那个嘴最低限度也有100由旬那么大，所以啊，吃这个龙也很容易就吃几千条啊。把这个龙啊，龙子龙孙都给吃没有了，这个老龙精啊，啊，这个老龙啊，就去找释迦牟尼佛，求释迦牟尼佛救他，说我们这个龙子龙孙呢，都被大鹏金翅鸟给吃没有了。啊，这怎么办呢？我们龙现在这要绝种了。释迦牟尼佛说：“啊，你这个，不要紧，我给你一个袈裟，就这个袈裟，你回去分给你龙子龙孙每一个人一条线，每一个人有一条线呢，这个大鹏金翅鸟就找不着你们了。”于是乎，这个老龙啊，把这个金石佛的袈裟拿回去，就把它拆了，一个人缠成一条线。这个金翅鸟再就没有法子找得到这个龙吃了，但是他也听旁人传给他消息，说是释迦牟尼佛救这个龙，他也找释迦牟尼佛去，说是救龙，现在我没有东西吃了，把我要饿死，我们这个大鹏金翅鸟也要断种了，这个佛的慈悲也不是平等啊，你想救龙也要救一救我们啊。释迦牟尼佛说：“好，你要今天呢，你皈依三宝，皈依佛法僧三宝，你要持这个不杀戒，受持五戒，然后啊，我叫我的弟子每一逢吃饭的时候给你送几粒米给你吃，你以后啊就不要杀生了。”然后这个大鹏金翅鸟也就皈依三宝，以后啊也就吃斋了啊，不再吃龙了。那么虽然他不吃龙，但是把龙吃的也没有多少了，所以现在俺们也看不见龙了。这是啊，这个迦楼罗紧罗罗，紧罗罗呀，他叫疑神，也是玉帝那地方一个奏音要的神啊。摩吼罗切，摩吼罗切就是啊一个大蟒蛇啊，人和非人等一切天一切大众，这在法会的这些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那么通通啊都非常的高兴，就啊信这种不可思议的法门，而啊遵守奉行啊这一个法门。今年这个暑假在第一次六个礼拜讲这个普贤菩萨横愿品，其中讲的道理啊，因为限于时间的问题，所以不能啊详细把他这个理论完全都显出来，这只不过讲一个大概的意思。要是想真明白这个经的道理，必须要啊认真用一番的功夫才能真正明白。这个佛法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所以谓之妙法。这一品普贤行愿品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品，所以啊，如果要是把这个道理完全都讲出来，那是要很长的时间。现在简简单单的讲大概的意思是这样。那么要想明研究佛法的人，还要自己呀去用功加以研究。至于我讲的好是不好，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希望有一个好有一个不好啊，怎么样的呢？我现在讲也是没有讲，你们现在听也应该要没有听，没有听没有讲，这才是真正的妙法。所以啊，你体会到啊，这个不需要讲也不需要听这个妙法，你要明白了，这就是啊，这个六个礼拜的时间呢没有空过，没有空过还怎么样子呢？吃饭还是吃饭，穿衣服还是穿衣服，睡觉还是去睡觉去，就是这样子。1995年6月，宣公上人入涅槃，涂皮之后，骨灰以热气球承载升空，便洒在万佛圣城的上空。正如宣公上人生前所说的：“我从虚空来，回到虚空去，在世上，我不要留什么痕迹。”宣公上人的弟子们在涂皮之后，捡出上人的舍利子和舍利花，总共上万颗，其中有许多舍利子凝结在骨头上，晶莹光泽，一如翡翠玉石，十分的稀有难得。尤其是牙齿舍利，宣公上人的弟子说，上人一生讲经说法数万会，难怪牙齿也烧出舍利。宣公上人的舍利分成多份，分别供在各个分支道场，留给弟子们无限的追思。宣公上人留下的言教包括数十部大圣经典的浅释和许多不同主题的开示，而上人留下的身教则是他老人家一生历尽艰辛，建立僧团，广建道场，翻译佛经，兴办教育，推动宗教交流，将自己的功德福报广泛分享给众生，更愿意带众生受一切的苦难，唯一的条件就是请大家布施出自己的无明和脾气。宣公上人如是说：“我是一只小蚂蚁，甘愿走在一切佛教徒的脚底下，我是一条道路，愿所有的众生走在我身上，从凡夫地直达佛地。”宣公上人的18大愿是：第一，愿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菩萨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二，愿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缘觉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三，愿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声闻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四，愿三界诸天人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五，愿十方世界一切人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六，愿天人一切阿修罗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七，愿一切畜生界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八，愿一切恶鬼界等，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九，愿一切地狱界等，若有一未成佛或地狱不空时，我誓不取正觉。十，愿凡是三界诸天仙人、阿修罗、飞前动植、灵界龙畜、鬼神等众曾经皈依我者，若有一未成佛时，我誓不取正觉。十一，
愿将我所应享受一切福乐悉皆回向普施法界众生。十二，愿将法界众生所有一切苦难悉皆与我一人代受。十三，愿分灵无数普入一切不信佛法众生心，令其改恶向善，悔过自新，皈依三宝，就近作佛。十四，愿一切众生见我面，乃至闻我名，悉发菩提心，速得成佛道。十五，愿恪遵佛制，实行日中一时。十六，愿觉诸有情，普摄群机。十七，愿此生即得五眼六通，飞行自在。十八，愿一切求愿必获满足。